卷一团米粉，在热水里焯两下，盖上码子，浇上热汤，再来几份配菜，用不了两分钟，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。方便、快捷又好吃，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。但若功夫不到位，粉不鲜，汤不香，肉也没味儿。所以要想粉好吃，可不能嫌麻烦。一般晚上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，有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，你那个点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，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。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，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，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。两碗粉一百米平，三日过来倒是必经之路，车流量很大，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，说我是第一家。羊肉粉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，26、27年，然后就卖到现在。米粉率先亮相，羊肉跟上，羊汤抄底，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。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，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。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，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，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。好想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，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，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，是很乐乎乎的。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，汤也比其他的香，粉儿衬衣更好吃。好久没吃了，又想到它的味道了。我那都想吃了。那我老板那认识了，那个刚刚那帮多加点。好嘛，只要吃点，好，多聊几聊大姐，再来就是。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，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，嚼着百草自由奔跑。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，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。多年的跑酷，成就了紧实的肉质，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。你们昨天停电了呀？哦，那你们昨天啥都没到，啥样子嘛没有？今天早上才啥的？今天早上哈。看到了才啥？嗯，就是紧。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，从这里就开始了。整只羊的骨架、羊蹄、肋排、尾骨等入锅。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。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，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。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。5个小时的熬煮，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。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，这锅汤才算合格。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，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？虾子朝天辣，个头小，能量大。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、辣酱，180度的热油浇入，香与辣不断升腾，很是写意。残渣过滤，留下清亮红油，
浇入汤锅，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。有了辣油的加持，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，配着二两米皮，来上一口，所有疲惫烟消云散。这个汤有点咸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它怕咸，怕外咸。这个汤不咸，我上啊嘞。有了女儿的陪伴，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。我在上海待了7年，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。7年来，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，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。妈妈从来不说辛苦，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，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。现在他在店里面的话，我就会坐立不安。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。从大城市回到小镇，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。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。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。樊师傅他是看着就我长大的，他说你终于回家了，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。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，过一次就吃一次。兄弟伙计，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。他吃粉的话，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，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。一碗粉汤烧点哈。好嘞。这边粉好了，端一下哈。跑了夜的车，夜的车完你，我感觉到了那种满足感。慢走哈！对于他们这种不能按时吃饭的人，送上一个温暖的，会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。路途中的米粉店，温暖有人情味，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。他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？妈妈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我家女儿那个懂事，长大了，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。家在千里，味在这里。不打烊的羊肉粉，给你温暖，让你想家。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。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。王少雄，叱咤米粉界30年，
靠的是一碗五缸米粉。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，熬汤底、烫米粉，通通亲自上阵。王师傅这碗粉，开启五缸人元气满满的一天。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五缸米粉，制作可没这么简单。大米泡足10天，充分的发酵，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，磨浆后丝般顺滑。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，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。领军五缸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，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。小王，老王的独子，国家2级厨师。但在老王眼里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。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，奠定五缸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。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。生肠、猪肚、鱼肉，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，在老王的手下奏起五缸人的香菜交响。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，被浪漫的五缸人称作都梁八锦。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，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。话不多说，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。煮饭呀，又要做菜呀，就是都搭配好了吧，就是有点辣辣的，然后呢有一点点嘛，但是呢又很香。我刚刚米粉有那个嚼劲，好吃有脆，挖你的那个米粉不好吃，反正回味无穷，吃了还想再吃。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，它不是为了赶时间，或者是抓经济收益啊，它不是这么考虑的，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、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。收粉了，这里生意蛮好，没得整理，快的快的。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，质地变得紧密，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。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，蒸熟、压榨，再经过冷水降温，这米粉坚韧的，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。做粉的话，大概一天要跑17、18趟到20趟嘛。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，现榨出来的话，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，不卖完的话，它会变质。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，成就了100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。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，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，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。这些要不要辣椒？这什么要辣什么？牛肉粉要多，牛肉粉少，牛肉平时是一个人过啥的时间了，就是在年份我就不管了，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。又快买到啊，又快了，要吃鸡的，要吃鸡。哎呦啊，
要包好了再加，包好了再加。嗯，这搞一斤了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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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铺，不要气动，不到尾是气的，知道吧？今天，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，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。鳝鱼盖马是老王家众多马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。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，但缺点同样突出，那就是泥腥味重。小王能不能接班，就看这碗鳝鱼粉了。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，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。没有老王镇店，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，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。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钢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，为了更入味，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三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。只有劲道的武钢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，仍然弹牙。为了好吃，武钢人可最不嫌麻烦。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，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。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钢传奇粉店的招牌。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，对我的要求很高呀。火候不把握好的话，你炒老了它会苦，你炒嫩了它不会香，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，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。风飞也劲道，干得也好。王飞，干得那么好，他能够接点他还学我那个一句呢。我的导师大姐是明天大姐的车坐第四个。车，听你，那就只有那你来念。我长这么大的话，没有夸过我一次。又夸他又越高，不能够夸，日子日历。那现在就是自己走到一面。小王20岁开始学艺，父爱的深沉，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。时间在走，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，人来人往，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。10年，50年，一个世纪，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。但我们知道，那个老板依然姓王，就已足够。如果说武钢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，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。白杆杆，黑伞伞，只有每年的雨季，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。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，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，好吃比省事更重要。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，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。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，
要将泥土仔细覆好，珍惜这次的相遇，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。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，配上当地的土鸡，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，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。老杜，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，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。开这个农家乐来说呢，开了到今年是有六年了。小火慢炖啊，兄弟啊，真的不错。加了一点鸡枞，还有这个本地的鸡，糊在一起特别好吃，特别香。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，确实要汤汤要香，汤了那些各方面要更浓。杨姐，杨姐。我老伯今年65了，还是有点这个咳嗽，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。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，准备亲自操刀，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。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，要想抓到它，老杜也得费点功夫。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，是新鲜鸡枞下山后的第一站。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，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，新鲜鸡枞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。从老杜憨厚的笑容，不难猜出，今天运气不错。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，带皮直接压榨，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，用来点油灯。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，用来炒鸡，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。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，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。好多人来学我这个手艺，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，要做得好。耗1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，香果油烧热，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，1-2颗草果伴奏，鸡肉微微收缩，裹满香果油时，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。最后，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，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。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。点一盏臭油灯，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。我这个大鬼子是宝贝呢，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。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，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，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。
天八个小时我就要跳一次，一定要有按摩师才蹲得好这个椅。我们是73年认识的吗？专业叫我像个领导，我老板他是很老实很朴实，我心思有劲，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。养老了，真的好。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，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。8个小时了，我吃不得很多。不怕，这个香锅油比鸡中味很多的，多吃点点的了。小时夫妻老实白吧，他年轻时候太苦了，到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人。携手40余年，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，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，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？母女相守，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。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，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。时间慢顿，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。我老婆我俩们现在也很开心，现在这种社会真的好。子承父业，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。我老爸累了一辈子，以后呢，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嘛。算了吧，太麻烦了，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。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，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，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？岁月奔流里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。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，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。